在水平跑是成功的。捡好球，冲进去。哦，没有人跟上，右伟要跟着上去。拿球了，右伟，快点，捡上去，捡上去。对，传中间。米霞出来一点，好球，米霞射进去，射进去。哇，太久了吧。球还没到，陈晨就跪下来，为什么？他昨天也这样。没办法。李璇，快点啦！李璇，快一点！跟上啦！你们在后面慢慢的溜，到底谁要上去？右伟到底是前锋还是后卫啊？在后面慢慢的溜。